2022年1月7日，今天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看起来哈，啊，这里叫做东北季风，讲有小可减弱啦。啊，这里叫做咱这个北部的所在呢，部分所在啊，个受一块低阵雨，其他所在多云到好天哈。啊，咱这里叫做天气大家看起来差不多拢都是安呢，哈。这里叫做温度会在时啊较暗时会比较较凉凉。有咧行到12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4度到26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甲看新闻。来，首先吼，咱要来甲报一篇吼，这张第二波，咱台湾的两场的选举吼，这当讲好人赢的，这些人拢看甲吼，真欢喜，真兴奋啦吼，就是林静怡甲林强泽吼，这两场的选举拢赢。啊，苏家朱立伦、大米家吼，也唔敢出来见人啊，你啦。来，咱个看这篇吼，这林静怡正受到全国注目的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的补选呢，结果一掌出炉啊！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提下了88,752票，赢过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雄的80,912票，伊就7,840票来赢过吼啊颜宽雄。林静怡啊，知影。啊，知影这个选举结果的时阵呢，真感动，连续讲了3道，我会甲大家做伙来努力。啊，那颜宽雄则表示讲，伊的心呐，永远伫这个台中吼，哦，的第二选区遮啦。这场的补选，因为台中啊，因为台湾基进立委陈柏伟的去年10月呢被罢免来启动。民进党大征调了吼，前不分区的立委啊，虎山科的医师林静怡来参选。国民党也派出吼前立委颜宽雄再见啊，啊，因为选情真激烈呢，昨昏嘛创下了吼50.26%的关投票率。一开票了后，颜宽雄安尼吼一路一直输，一直输吼。虽然输小看，但是一直输，一直输，输甲伊的支持者吼安尼面色真歹看。颜宽雄伫5:30后手来发表败选的感言呐，3道即将惊咧吼，甲支持者安尼。即将行咧，表示讲要恭喜这场啊选举吼，啊是蔡英文总统甲林静怡来得到胜利，啊希望林静怡啊会当更加来爱护乡亲，啊来加强地方的建设甲吼乡亲的需求，啊拜托总统讲要爱关心吼，啊，台中市的乡亲呐。啊，这个颜宽雄伊嘛真感性咧讲咧，讲只要乡亲呐有需要就通电话吼，就当找着伊啦。林静怡昨夜晚6点，伫咧看院副院长蔡其昌、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前立委啊陈柏伟的陪同之下，上台宣布当选。伊咧讲。讲胜算的关键，应该都是对啊，单匹为比罢免的唔甘啦。也发现到国民党吼操弄的罢免非常无合理，所以乡亲选择搁再一次吼，哦，来相信民进党支持改革的力量。正好加在，伫台湾的民主历史的这个时阵，台中第二选区走向未来发展的这个时阵，甲比甲大家做伙向前行。中选会要24日来举行啊委员会议，来审定选举的结果，并且公布当选人的这个名单了吼。啊，当然另外一场就是吼，台北板甲吼，中正吼，林强泽，无讲这个林强泽吼，这个罢免昨昏的投票结果吼，同意票呢
结果吼同意票是54813票，无同意票是43340票。啊，用这个同意票，这个票数呢，无达到吼这个核定的58756张票，到尾啊吼无通过。林强泽来保住了吼啊，这个立委的资格。林强泽怎回应咧讲呢？讲一年外来，安尼台湾比真侪吼罢免啦、补选啦、公道，附加大家吼安尼真疲劳、真鲜。希望啊，这个希望系列的罢免就对啦。诶，当高家为止啊，把边林场组的总部吼啊，主任咪讲五万外的选民对着这个林场组吼表达不满、不信任就对啦。这件虽然大，但是感觉真公认。啊，那另外一名这个把边人诶，市议员庄小平则批评国民党台北市东部领导不足，众人无够吼团结吼，才会落啊，才会。那个遗憾来落败了吼，这简单个，咱听众朋友报一个林静怡家吼，林强泽昨昏胜算的经过，大家差不多是安尼啦。是，大家中国都嘛知啊。这真的就拢看个第一遍去啊。北京开票，大家都在紧张底下讲，到底是变啊，是变啊，是变啊。我哋可能变化，什么会种种啊？吼，这十当前吼，林静怡票都赢伊啊。你准备当公布，当公布民调，所以尾啊，孙女啊，这个因老爸啊，看来母这个立病，一直出来了，对啦，所以十公斤的民调，我想相公拢有做啦，拢有啦，啊，咱了解民调，我们才1万票左右啊，对不对啊，先生，1万票来，幺零，咱了解民调啊，啊，都直接几千票到1万票左右的这个。而且检查呢，来啦，而且够有影，顺下来了，足准呢，足准，咱是未使讲起咯，十天内底是拢未使讲民调啊，但是第一十天的进程，咱就知影民调。林静怡赢他1万票的左右呢，安尼两件，结果就真准呢，真准呢，吼，所以用许多经验来当比如，尾啊，迄个因老爸来母指出的，是啥物事？好，对不对？就知影讲，伊知影讲民调无好，有可能会输啊。所以开不起出来，不然民调好，伊开就不起出来，对不对？对不对？啊，不料都无成，不料都无成。所以我们许多见没有，有人在讲三信，另外三条。这个公道，西洋公道，西洋公道。啊，这两条，我好三条，传播。今年拢胜利，拢胜利了。胜利，这提高今年关市长，下了算过这暑期啊。咱公司是就是安尼啦，所以这就是我。不，那个林昌佐这个把人很爱注意的是啥？你敢知啊？伊咧无同意票无？无搞，无搞呢？无同意票是无搞的哈。啊，同意票。差几千票啊呢？差几千票啊，就叫下跪哈。那是多好加在58756票，那个同意门槛下无过。对啊。啊，这我们爱做足注意的，对啦。哦，所以这有当时啊，这个罢免到底当时收的话，收到今麦呢来，会用一啦，未用一，是不是有需要去再去收？这当好好啊检讨啊啦。哦，今麦无啊嘛，今麦无罢免难啊嘛。目前今麦大家无啊嘛。啊，无啊，先在当好好啊，思考看。嘛，是不是应该检讨看嘛？看这个罢免，迄、那个门槛到底是要安怎做较拄啊好安尼啦？我咧查一点嘛呢，即若讲国民党真正有规个落去动员，啥物种种有吼？林昌佐真正有可能拿去罢掉伊咧？吼，真正有可能。可以，你电脑高头输了啦。系啊，咱咧无同意票，佮投出43000。好，阿姨同意票是50000。所以林昌佐爱做主意吼，林昌佐的确就往以前阿边七两年来对了对了吼，还足年轻。我这两区的选民来认同，咱公主席就对了。阿是我起来讲吼，那唔代表那啦，本来做年轻啊嘛，本来做年轻啊嘛，对不对？但是伊拿胜利。较大半的时候，真正啊，
不好算啦，不好算啦吼，对啦吼，所以个林当啊，我诶林场左边个选一区就对啦吼。现在讲吼，我那是动也到诶，这个诶，这个选区啦。对啊，是啊，公熟悉的先。对啊，对啊，好。啊，那是中里区诶，这个物件，这大家欢喜是欢喜的啊，那呢，这登记还八七条咧，迄个税啦，如何？简单诶，三十年。个拍破，真正个拍破，三十年啦，嗯，这真正个简单啦，哈。啊，要个拍破诶时阵，坦白讲啦，我那都爱看。那人啊，都一代一代一直在变嘛，嗯，哦，一代一代一直在变哦。啊，你电视报价安尼贵啊，安尼乱七八糟啊，地权啊，啥种种差错错地啦，有诶无诶一大堆。这个报道到底，这对较少年辈来讲，真正是有效诶。对啦，哦，这真正是有效诶，安尼就对哈。这伫选情诶进程是两公两三公吼，嗯，你甲看国民党诶反应，都差不多已经要出工吼。这场是稳败的，包括吼选情的一两天吼，你跟清标讲起吼大病院，啊，叫你去大病院去用家己阿包呢，讲吼啊，你去大病院吼，讲什么血压清权，啊，里面内拢无一寡吼仪器啦、地大堂应该有的物件吼，摆设底下拢无啦，啊，这内行人去看了就知啊，讲啊，你大倒底一搭，就叫你讲你讲血压清权，就真危险，得安装因我设施拢无呢，上届好笑是吼。咱下山顶有一个好朋友吼，提供一份资料，足珍贵的资料。伊讲吼，台中的第二选区迄个所在就对啊啦，有正义大学，有这个啊，香港即马未记啦，有古来经大学啊，四五经大学，三四经大学就对啊啦。但是伊当时一林清标，一往迄个林清标就对啊啦，到病院下晡四点过入眠。一直到下晡阴暗十二点过。那个医生他个安排吼住院啦，啊住院，虽安排住院了，我讲有一个正义，但他个学生讲，含你妈妈入去看病啊是虾米，讲吼伫病房看到眼睛飘倒地啊啦，同我个翕相啦，啊翕相了后，顺着个铺地网络处理啊，当然铺地网络什么用，你要好大家知啊嘛，啊结果讲啊是因为某一个媒体人个眼睛飘吼，甲问讲啊你妈妈迄个昏蒙就对了啦，心受合法无，叫听一个气一个安尼啦，同我好要唱歌，讲双击干么输到双加安尼哩，对啊对，哎违建的啊，违建甲对我妈妈的蒙气安尼有利用啦，啊，但是一般咱台湾人就对啦，无可能讲吼，咱台湾人无可能咧处理代志，处理甲问甲因妈妈迄种代志是，无可能啦。你讲写条媒体连咱，感觉足奇怪，唔知佮你变啥物瓜葛瓜葛棒啊？本来伊要是伊要甲要用伊倒落烤肉鸡啦，迄个烤肉鸡找一个借口啊。但是上好笑就是咱拄仔咧讲的，讲台中第二选区遐有三四间迄个科技大学，一条相片去有正义大学学生拍到，啊，伊是要咱入去病院，去入去病房看到眼睛表倒地，也肯翕相，搁再抛出去。即马搁再吼来个了解一下，讲原来眼宽容阴谋啦，就是伫正义大学咧做讲师，讲师啦，有啦，讲就是安尼啦。讲尾啊，下骹留言的作者用正义大学的迄落调号的，哦，对啦，所以这是不是标哥要发动啊？这做一个动静摆啊，什么种种咱唔知影啦，会二把斤选完啊啦，啊选完了，即马来重点要讲的就是啥？以前讲的遐所有的伊的迄个了，做所有的招待所也好啦，啊是也好啦，好杂啦，嘿，对，只会对杂到底啊呗，啊尤其是这林郑仪即马已经变成是台中中二选区的立委啊，咱会记得陈柏伟咧替林郑仪徛台时，伊甲迄个了做现场的人讲一句话啊，确实的，讲伫我做立委的任内，竟然互因的违建愈来愈侪。好一条路是咸水水宝地嘛，啊水宝地，伊虽然用租的来讲，但是店面未使铺干么价，
你也在作用啊，也在作用啊，但是你也在你画你啊，你未使为了亮点啊，未使有啥物有诶无诶奇奇怪怪物件、嗯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看阿边继续落来吼，眼界遐之前所有单位上诶这部咧录诶物件，会有一个最、会有一个咧交代啊，无啦，主席交代啦，系啦系啦，啊，即无交代即未通啊，未通啦，系啦系啦，主席就对啦，是不了了之中啊，过中，啊无当算大家欢喜，拢无代志啊，啊啊听该听。我照你讲，因较早是拢爱伊啊，最起码吼，因的故乡啦，都、就是沙拉人嘛，沙拉人嘛，应该这个选区爱伊啊。结果，咱都只念着迄个系选区五区了，对啦，沙拉两镇大多乌日无方全部拢认真伊啊，对，五区拢赢对啊，连本来沙拉吼，迄当时间宽容票开个买买的时阵了，对啦，也个赢淡薄啊呢，到尾开个进步，叫做过，嘛是个叫林进个叫过，可见吼，在这段期间咧拍选举的过程当中吼，压出因厝的这个啥，真侪迄个不公不义的代志，全个压出了，是点是伫遮，有人反感嘛，系啦系啦。迄当时我挺李干清，表示因为讲啊，大家的在地人，大中官的人，大家消停。结果殊不知，哇！你伫遐咧看迄个啥物啊？吼，大家在当中的过程当中，笑不未清，包括忽然间一段期间，荷兰解你压出来讲吼，遐土地啊占国有诶，遐违建呢，啊甚至来开迄个啥，拍住我大个电动机啦、其实做爸爸妈妈的人对做偷那种钱啊，因为吃囡仔去算啊，算回到底吼，伊个事业套路，包括行业不对啊，荒废去，所以吼爸爸妈妈听的。那个主要代金就对了，都听到很不好感的，偏偏他就是那种经营这种行李这种工作，对了，所以这边可以赢是因为打了他们眼界一些过去以来没人提出来说的东西嘛，那不知道耶，对啊，就是没人提出来说，那我才知道他在那选举也没减量到这种程度，所以过去这个就做三个，这个在这个地方那是扛尴尬的拼拼输，无话讲，哦，拼输就输啊！咧，伫地方洗了三十几档啊！啊，这摆咱赢是因为伊一寡只有诶无诶，只物件互压出来，所以赢了后，未使抓不了了之，就咁只啦。赢了啦，不了了之诶话吼，对着只因为受气，拄只有你阿讲诶啊。有几个所在拢是原本是属于人家的，迄个本营大本营，然后看个未过啊，拢已经飘荡落去啊。所以这拆违建也好啦，还是清查掉以一种土地处置的方法对啊唔对？啊，种种有诶无消北诶问题啦，啥应该拢爱继续未啦？咱无比个唔是讲清算啦，无啦，这个是中国迄个遐个有讲有清算的，对不对？教班了，对吧？对了，教班了，教班。嗯，你来有斗鱼，有阮就发落来啊！有斗鱼，什么会种种？教该做的爱做的，对了，对了。这人啊，你们看好，因为现代级已经上至中等，下至一般作为那个人民，无些人唔知影啦，赚大钱无些人唔知影啦。哦，所以这每当不了了之，我们公司许多对了。怎么样？好，阿伯阿伯，咱阿个继续观察落啦哈。来，0800-0500-0500，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来，进一个广告，阿连明再个倒转来感谢。我想到我是姐姐，我是小哈，小姐那在拖地板哦，卡顿卡都没按，安尼啦。哦，卡，哦，甚至讲压未落就对了。压压到骨会足酸足疼。是是是。那我脚两分了后哈，就感觉有未疼哈，但是这个卡顿卡是无啥改善，啊，李小姐甲讲讲继续。我会加两关哦，我今麦在拖地板就会压啦。哦哟，强硬强硬强硬。哟，安尼啦，啊是讲哦，我是讲过不再叫，安尼我再是提三关啦。哦，啊你的症状带偌久啊？你这个
有点吼，是真久啦，啊，但是是伊就是遐偶尔偶尔嘛吼，无足常听，啊，就最近吼，是个时间常常安尼压起来听安尼啦。最近这落雨天气敢有差？应该是无啥，迄时哦，过过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吼，就较接了起来听。好安尼。啊，这土地板吼，是那哪下面哦，好啊，先听到起，啊，那这地条啊，用那炉啊吼，安尼，来煮了。啊，我行了了去。哦。阳光啊，那个对。啊，这不是未进到心头啦。啊，你何用试惯过，即马规个改善甲足好势了。我是这阿是 AR 啦。啊 AR 哦，就讲那你直接伊啊吼，真系直接伊啊接了吼。对对对。不是对的，对的，中间是跟他微微微微的听呢。哦，哦，阿姐嘛呢？阿姐嘛，直接都一直呀。哦，一直你讲，我话呢，搞你恭喜。你体质特别，大家习惯了呢。嗯，大家习惯了呢。阿沈太太，你这阵嘛呢，吃完这正宗的改善了差不多哈，那你就让他改落来吃保养的。吃保养。嘿，继续搞保养的哈。哎，我们不做保养。哎呦，身体健康上面就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小孩最想生的就是健康呢。安尼哦，会啦，身体啦健康要赚啥拢有。好，是是哟。啊，你他归何不住哈？我该何不住？但你家在讲啥？感谢你。好啦，真感谢咱勇气大爱徐台湾人苦了不会接不哈啊！全部是咱信南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啊！当然啦，咱信南公司也主力的这些产品都是咱石鼓山嘛哈。咱、啊、这个大姐在给咱做见证嘛，是讲的是石鼓山哈，阿姨加提起的加料的哈，对这个筋骨肉啊，本来拢没啊。拢袂行了对吼，啊，今物来一较好势啊对，食习惯尔，所以感受真紧了对。啊，所以这每一个人这体质都无同款。我食许多酸，食两三罐啊，三四罐来，中间伊会感觉讲，哎呦，我差足侪啦呢。对这身体这感觉讲，哇，今物几好足侪啦，健康足侪了对。要有的人，食四五罐、五六罐啊，也袂感觉就对。这个是咱每一个人这体质，同这许多酸接受多。这个时间性的反应嘛，无同款的对。这不是刚才讲，这咱这许多酸这物件呢，咱普通一般人去吃这个西药啊，哦，西药其他谁吃的，那明仔谁袂放？做这种安尼的对，这反应就足紧。谁吃的，谁吃一顿，吃两顿尔，这药谁吃一顿是没得袂放啊的对啦。啊，伊个接受多，西药接受多，会嘛是拢无同款。所以咱人的这体质哦，吃两吃拢无同款。啊，我吃迄个汉药吼。也是同款，迄接受到，你食外久都感觉有效啦，伊食外久哦，也阁无效咧，安尼就对。啊，白白同款，你种白听哦，同款食这种药啊哦，食落去了，这人的轻、硬、慢，以及反应拢无同款。所以咱信任公司的产品嘛是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咱较有定一个时间，你想食咱许多山哦，对，咱规定讲，咱一个定一个时间是讲，你甲食三个月。上紧食三个月，上慢食六个月就对。所以这三个月到六个月的中间，和咱信任公司吃优良的产品，改做身体上的调理。咱的规定，咱不是讲规定歹势吼，咱的讲差不多，甲体重比如互相勉励就是安尼就对。因为我讲讲你食咱许多山，你的体质比较较无同款，去接受度会慢。所以人家你食五罐、食六罐，还佫无感觉。哇！你那个吃三个月啊，安尼过去了，哎，明显感觉起来。啊，有人时从他做这个，阿三个讲我吃四罐呢，属于感觉个对。哦，吃四罐属于感觉，安尼，所以感觉哇，身体好足多呀，安尼。啊，所以详细的话，吃三遍就是安尼吼。啊，咱有这个时间性啦吼。啊，所以特别直接去跟中心去跟咱讲起来，真侪人跟咱买两罐啊，三许多山去吃的时候吼，吃了无过来买，遐有啊，这个表示讲伊吃了无感觉个对。所以我要甲吃的人讲。离开啊，玩弄啦，吼、哦！你继续吃，有心要甲吃咱信南公司的产品，你一定爱有些时间，好难的对，吼、哦！安尼你才了解，你会记得讲，你白天啊，甚至是十当，甚至是十二当，甚至是二三十当，后尾了后尾为少年做杂音啊，到个做阿妈啊，他吃咱产品吃到好起来，迄看带外久，你个消化慢。啊，一种带遐久的，这白天对啦，较有可能一两罐药，两三罐药啊。啊！一餐给你念起来，那个不仙丹哥哦，何况讲世间迄个无了仙丹哦，对不对？
哦，所以这个是咱家己爱去想。我白听，我经过了已经十几档啊，我甚至已经十几档内底，我唔得说一碰偌济啦，很远的食偌济去啦，拢无效果。哪里食许多酸，食一罐、两罐、三罐都没有健康好。所以哦，咱卖有种想法，我们要有时间性哈，调理一下哈、哦。这是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无副作用的物件，合理的食物件就对啦哈、哦。所以老弟，我不了解哈、哦，我希望讲你也敢拍电话。咱这些上身询问，除了许多山里我包括软骨锁，我讲的健软骨锁啊，骨头疼的这个阿三阿姆特别要注意一下吼，软骨锁爱关灯吃，金立明目睭过目睭的金立明，包括咱的喜乐通、白边顺畅喜乐通吼。你们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边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新闻公司啊，周年庆的活动，拢一个结束当中。咱伫周年庆的活动诶当中，啊，咱是出个咧新闻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吼。咱伫这段期间有杀出侪侪精品，要互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你当个经水苏品牌美神仙双耳汤锅一支。啊，一支鞋啊，吼，新年新年，做了吼，盖高尚，盖高级。过年过节啊，特别料理吼，啊，这个三顿饭，尤其料理吼，团圆饭的时阵，围炉的时阵就对啦。咱餐具换新换新，你吃吼，吃气氛。啊，而且吼，蛮喜气洋洋。当然，你要个金水煮品牌陶瓷炒锅一支，这嘛系用起，要煎要煮，要料理，当当晒晒，拢足方便，你才能够加一支吼。啊，这个正环木的坚持哦吼，啊，这吼、哦、这正环木的坚持吼，有料理过的人就知影吼，这袂讲像以前铁啊、镀铁啊，安尼咧擦咧镀吼，弄啊强强叫咩，我做熟悉。当然，咱这个行业又要来呀吼，那悄悄悄，正咱台湾这做人工秘密过程，那这拢正好，那悄悄悄正大领咧加正少，啊，咱嘛伫这个山顶一直在二三个人讲过，古早咱咧去咧加面少配呢吼，那古吼便宜，还是便宜呢？就提起用电欢呢，啊，即马吼嘛，找无迄种电欢的师傅啊。啊，你若要用拍的吼，嘛无一定空间能拍呢，迄台个拍台个钢乌的无好，总麻烦。所以即马使用棉被方式就是安尼，换新换新。第一清洁卫生，第二新棉被你加吼则会。啊，温暖就对了，然后尤其咱中辈时段吼，啊，比起他们来时阵，你也教少少，保持会一个老套顺序吼，这对咱人身体健康正大的帮助吼。啊，当然，咱那个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咱就会咧十罐的朋友，上年庆的过程当中，一旦互你金六十粒。今年是半罐黑鸡鱼啊，今日十粒无吼，啊，拄只念到精品吼，但是今一行未完成。包括这回个别五罐的朋友呢，同款有侪侪精品，互你来做挑选。每个罐的朋友，你当个金白体也未新鲜，八八 CC 的真空壶一支吼，你要个金白三万起个一条，你要金三一条保温杯一支，金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你要个金盘王的盘子一打，金新进来环保洗衫巾一包，拢总会当哦，咱一道金一项未完结。另外就是咱每个罐的朋友，这回你话咱金白医用抗体十罐这个所在的精品，就是信山公司三十粒真的保存。惠安所喜乐清啊，金立明喜乐通三十粒，三十粒哦。咱每个罐的朋友，你话当挑选三十粒来互恁做精品，然后当然拄只念到的精品，就是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邀请听众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啊，这个江辉无人熟悉的所在呢。因为感情看到这呢淡，心
这个是我们中国民付费的教会转算定位、哦、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新闻、啊、这篇是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相关的报道三五礼拜一、哦、三五礼拜一、哦、所以、哦、没给我们、没在算定给我们报告说三五的确诊的情形三五本土又再加增加十二名哦，这听到吼，大家开始搁咧欢乐啊吼。来这边咱那个听看嘛吼，即马即个防疫吼，诶标准搁有咧啊，有咧啊做变动啊啦吼，包括运动啊，搁有唱歌，也搁有翕相，拢爱吼恢复挂嘴安嘛。来，你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啊，已经过了四个外月的昨昏，又搁出现了两位数的。本土的病例昨天暴增十二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疫情正在维持累计到甲一月二十四日，也毋过嘴暗的症情吼加严，运动啦、唱歌啦、翕相啦，拢爱挂嘴暗。而且吼，即马袂当试驾吼，咱早卖场有一寡吼物件咧卖，啊，拢有举办即个试驾，袂当互试驾，包括吼嘛禁止达到禁酒啦。即、這个新北台东的家人，一个有桃园诶医疗医所，包括长照机构，即马拢禁止看病，袂当入去看病啊吼，袂当入去看病啊。啊，顶一次呢？本土的病例出现了两位数，这是去年的八月二九一十三人。昨昏新增加的个案可能甲桃园机场较近相关的占十一人，另外一人是台北市防疫计程车的司机，初来个做判断，这应该是旧案。加计吼，南非变种的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呢？加清洁员无同款的防疫计程车司机案，一切未数控。桃园机场相关确诊的案吼，已经累计了二十个人。疫情佫开始吼，更起红灯啊！但是种宣布运动啦、唱歌啦、翕相啦、直播啦，一个有吼录影啦，一个有主持节目啦，啊，一个有报道啦、避暑啦、演讲啦、讲课等等，单位性性质的工课甲活动正式翕相进行的时阵，拢会吼爱去挂嘴烟吗？免挂嘴烟，适用地吼伫园林的做事啦，啊，伫这个啊山啊，这个山内到底啦，伫林地咧做事啦，啊是讲吼伫这个。
海边啊，喜欢那里做事的对啊啦吼，啊是咧饲牛吼，这空旷的所在饲牛啦吼，种种的工作者，伫空旷的所在时阵会当唔免挂吼，伫这个山林啊，伫这个海林吼，会当唔免挂，其他拢爱挂。啊，另外即台北市啦、新北啦、基隆啦、桃园等等等的等教机构的对啊啦，医疗院所即马拢未当看病啊吼，未当去看病啊，啊，唔是未当，唔是你未当去看病，是你未当。看病人讲唔对啦吼，比如讲你有朋友啦、亲戚啦吼，啊，伫病院咧看病吼，啊，伫遐做医疗，你袂当去遐探视啦吼。啊，这个医疗院所啊，这个袂当探视，包括吼登脚机构吼，啊，嘛采吼啊采采这个啊探病吼啊内外医外的对啦，需要吼经过机构评估同意啦吼，并且提供着三工钱来的啊三工钱三工来的对啦，住会。太监阴性了，才会当去看吼。嗯，那个长照机构了吼。对，这波呢拢会飞啦，吼，会飞啦。反正听来搞就当会飞啦，吼。强强的理工，这么个紧张起来，紧张起来了，又紧波啦，还个紧张啦，吼。啊，紧张了就上过其他那那五红啊那了天啦。对啦。吼，这吹烟，到底要给我挂，做我几个的，吼啊，是处理的人。赶快的就像过去安尼，咱紧张会顺安尼了对啦。嗯，哦安尼，啊无你即马报安尼，有些，听讲比如有些听咧回吧，无回回啊。嗯，啊什么时阵会当报，未当报，什么会当挂，未当挂拢回回，卡在那安那咧雾红，就是叫安尼雾红。对啦，这个溜到登来了。溜到登来，溜到登来，安尼啦。起码像我跟你讲，中南部那个有较近的，阿就食来啦。啊，阿兄啊，对啊，咱就是伫咧桃园机场这边食的尔咧。嗯。好、哦，咁是，好、哦，啊，那讲中南部有较近的，中间就对啦，就唔好紧张起来啦。今麦阿哥算孙武头啦，孙武迄个来玩就对啦，啊，那万不能爆出了不明的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这都不一样嘛，这大家注意啊，对，这唔知咩等得详细啊。希望你等早上吼收缩起来啦吼，因为咱知啊吼，今麦开始嘛拢狂烈的，应该狂烈的，狂烈接触者吼，啊，都拢已经拢爱。个做太监嘛吼，啊，这就是个恢复的东西，就是你得去些我有去接触到啦吼，啊，是讲吼，这个较真正有行过的所在吼，啊，你也多好地也行过，吼，你得爱去做太监吼，叫做做太监就对啦吼。我咧想，那依咱台湾目前有几道类似这款本土的经验发生啦吼。这个控制应该不是遐尼那困难啦，应该是相当有经验啦。啊，包浆包括吼，咱啊拢吹烟拢不管是啊挂掉掉的。嗯，其他车贵啊，其他几号车站？车站嘛。嗯。正话，咱休息三工都几工的。哎，对啊。这个车，迄是北部啊，等于南部，南部会等去北部。对对对对。规段台湾的对啦吼，太侪人讲。在南部去干工，你来七十万人，七十万人，七十万人，加无不报哟，无错唔咩哦，一定有诶啊，哦，都是有嘛，一定转台湾拢司机过走。今仔日看规日十五工来滴，嗯嗯嗯，剩余十四工来滴啦，啊，讲我等二十工来滴啦，嗯，南中南部加啊，拢中堂加加传播链啊是。无落来，将将根本传播掉吼，安尼咱就安心嘛，咱就较安心嘛啦。哦，啊，所以一个等，等个头十五天，甚至二十天了后，你啦，中南部这边才那完全是清气的。嗯嗯嗯，安尼就较安心嘛。是的，限制伊迄个土鸡、土鸡种这边才传播链的。嗯，好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等时间来证明讲有无安尼啦。尽量在谈啊，吼，因为尽量在啊，咧想尽办法看病啊，因为去防风地嘛，吼。啊，那是即马吹掉咧病咧，看病加套唔咧，拢差不多阿哥算连带，哦是啊，都连带，连带连带。好，啊，然后感谢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好来，啊，咱这个就做小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咱就爱有电台做工商差报啦，吼。啊，即马咧咱台湾的疫情咧，有小寡咧有警报啊，吼，所以大家要小注意一下，吼。啊，那是讲一档的话啦。尽量减少出门啦，吼，还是迄个聚会啦，什么种种吼，来个减少啊，尽量摊啊，系啦，无你啊去用空得掉的话有吼，迄种废气的吼，迄空得掉的来隔离啦。出门就吹空调吼，啊，看得较危险啦吼，啊那不危险吼，啊，咱中央铺落来，吹空一南度啦吼，拢是比较较安全的所在。嘛是咯。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老公，年节快到了，我看到警方都会加强酒测零件呢。是啊，因为宴饮场合变多了嘛。酒驾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规行为，不只会被吊销驾照，还会触犯公共危险罪耶。所以酒后或宿醉都不应该上路哦，可以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叫代驾，这样才比较安全啊。酒前酒后勿开车，珍惜生命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为你围炉买轻松，这座你才传得去。包皮做这里哦，鲍鱼米糕、干贝炖全鸡、佛跳墙、翠玉狮子头、糖醋鲜红鱼、牛蛤喝彩、靠里镇，大家吃了拢饿了。一台点歌就会当穿规的。五行你才只要1980元，金卡。0800-893-893，0800-893-893。全新龙胸虎地第二代100粒装，提升双倍一氧化氮浓度，内底有玛卡、管花肉纵容，效果加倍，快速补充男性精气神，男性荷尔蒙改善夜尿、频尿、性功能障碍，让你惊到有福，和阿哥有力。一罐100粒装，买一送一，只要3280元。你若摕500卷，只要3000元。0800-399-599，0800-399-599。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代标89.5，快乐左代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又是一只马着青，勇气阮心中一梦，我打死你。虽然你我心有私机。健康的喙齿花，喙齿才顾会掉。正常诶，啊，十几当前，迄阵40几岁，牙周病严重，这医生讲诶吼。啊，十几当后，咱因为有这条特殊器官持续个使用，咱即卖变健康的喙齿花。你有想要试看卖无？真正有法度顾你喙齿花一条器官白烧个牙膏。台南控六79450079，台南控六79450079，感谢。
新旧旧年已经进入尾声，新的一年也已经来到。咱台湾人传统啊，会伫过年进前去点一拍光明灯，来祈求元神光彩，一年顺遂。啊，那无着太岁流年，原来会点灯来求平安。今年前啊，祈古温、添新温，祈求财神开运、保护。马龙时常看到的世俗，咱台南市龙宝宫任阴年点灯安太岁，五路财神开运卡已经开放登记了。新正好年头，一拍光明灯，咱祈求十二运王四福降祥，来年顺遂如意。光明灯吉言有香300块，那无着太岁年呢？一拍太岁灯，祈求太岁星君保护加持，流年一切平安。一明年犯太岁的生肖幸福，正冲冲到上高，啊那偏冲呢？啊冲到上蛇上低太岁灯。吉言有香500块，另外一个有万年平安灯，一世人点一拍万年灯，每一年唔免搁再点灯，也会当吼选位置哦，来保庇万年平安，福禄寿财拢中来。吉言有香12000块，两宝宫一个福财五路母财神，福财五路财神开运卡，祈求财神爷赞力。开运啊，进财事业顺遂，吉言的影响300块。龙宝宫每年伫旧历的12月24日举行社丁大典，并且伫过一年的新正旧历正月15日要来举行安丁大典，并且恭请高公道长、延龄道坛吴正贤道长来主持。为每一位点灯的信徒向十二运王祈求保庇、添福、祝财。以上服务欢迎来到龙宝宫现场做登记。咱买单卡电话来询问，带来的电话0626951115，0626951115。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在这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很优良的书，这本的书是叫做《奇幻真台湾》台语文人阿哥 CD 绘本。这本的书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专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鸿雪主讲。咱也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黄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贾明友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弗雷迪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和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个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和咱的囡仔来了解着咱古城西螺店立业新明的故事，也有咱台南古关区咱们溪八角金银亚钢丁的传说，也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规本书有100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副 CD 哦。咱买当用网络来收听，这本书里面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书，会当和大人、甲囡仔做回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定价是1150块。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
一本册只要899块的优惠的介绍，咱册送到咱家，送到咱的手里面，恁家付款付费，啊，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阶段的优惠。想要让咱的囡仔了解在咱台湾本土的民俗，我伫遮推荐一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双瑞雄，县长选好，双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代代博士，是三届屏监第一名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嘛替龙溪民争取福利。即届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双瑞雄，双瑞雄，县长选好，双瑞。好嘞，感谢在咱宁波个电台刚相差播了，咱个登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0500，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送个服务。在产品价前产品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把咱加收任何的费用。生产公司咱专个免费的机会专线，听众朋友，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啊，咱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前产品的部分呢，咱九年前当中公司甲咱准备真侪正实用的前产品，可咱来做。顺门做选择，选一项为完整哈，0800-0500-0500，这部有点小李阿生，小李姚人，小李钟连军，在咱线上来跟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来感谢，咱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都等下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就是咱屏东蔡先生来点播钟连军演唱的歌曲《流浪的歌词》，好来共同欣赏哈，感谢。流浪，带伊他的
去了他搞拢无了，产地都无。我新的机啊，哦，啊，新年啊，这个机啊，拢甲你制作又无同款的啊，怎么你看啊？啊，片头走未出来啊？好，啊，怎么就好啊？好啦，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作为工作这个机械。用四个饲袂好势啊，饲袂好势，还佫一段时间咧适应。伊个拢无标识啊，无标识啊。这只主要是完全拢无标识吼，参数都背啦，三位种种有诶无诶，拢根本拢错。所以或者不完全困了咧，你讲咱念吧，可能那要换起来，但拢我都无讲起来。啊，再有啊，这机械。那下卡台跟店面台来讲，下卡台嘛卡出来都话久咧，对啊，咱打网啊，因为个镜头一台都无同啊，啊，你买下卡，同款的放 CD 啊，你无同款啊，啊，钱袂好势啊，啊，时间啊唔得做一台做一台，啊 ，CD 放内底有十五台，有十二台啊，啊，十六台啊，相机十六台啊 ，CD 一台 CD 爱放十六台，就咧我靠腰咧汽车拢唔能坐几台，啊，实在无啊，你买个暂停起来，你啊，参一个显示都无，咁你拢无啊，你就，所以我多啊，睇到表先。这是机啊，我们关系有关系啊。有，这个蒙是真卖。啊，可能做些报告啦，告落咧，啊，伊都你要用旧的啦。哎，啊，他用旧的好咧，他不是真好用。有对啊。啊，伊这个唔来钱啦，佮要安尼做哩，啊做下哟。好啦，物价真正唔啥大呢哈。好啦，我今来感谢啦哈。我拄仔咧讲到迄个选举件代志吼，大家欢喜一下就好啦吼。啊，咱咧讲讲人家伊个大本营会当变盘，人家会叫人看破卡手，就是因为着电视单位上的节目遐认真咧压嘛，对唔对吼？对。压出一个咱原本完全唔知影的人，咱家知影讲人家因都较早电视中内底吼，啊，小北会清楚未清楚，这都因人家的代志啊，电视中的代志。电视中的代志，他那也不关系。对啊，但是唔。啊七啊八啊，也加讲有遐尼啊，就牵涉到公关啦，牵涉到公利益个代志就对啦哈。啊，你讲个就是讲，今仔日一旦变盘，就是有压价出来。嗯，啊那呢，伊个变盘了后，林郑仪伊输，伊即马来当选这个中二选区的立委了，就来借由立委的职权啊，爱保持爱去对查这后边进度是安怎样，因为迄个是你的选区啊嘛。啊！你个选区内底，那会使放下遐违建，讲选举过了后，什么都无啊！哦，啊，就拢一个不了了之啊，恁也袂使吼。所以这个就做简单讲啊，希望电视吼，单位型的节目，这边功劳上大就是单位型只节目压只侪物件出来吼，啊，大家看起来真正吹啊开下哈。所以啊，单位型的节目，希望以后每天啊，还要留半点钟的时间。哦，那是老二十分对装一下吼，看阿伯处理的模式。那我这人就无啥了解啊。系啊，大家因都我靠我多，因为这对了去，反正陈罗秀人都有代志啦。啊，罗秀人本即卖即届都有代志啊。无罗秀人想啊，都爱搞阿伯啊。因为即届你这边个算过嘛？对啊。那钱就嘛是要算了嘛？系啊，是不是？系啊，你唔能即卖过了怎下咧？拢无讲啊，等下到。这个有做罗秀文在算那个时阵有无吼？这个突然间个单面的所在咧压啦啥？应该咧一直甲对装，一直甲对装落来吼。啊，看咱对出什么款的物件出来啊？袂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些吼，咱讲到这个吼，伊感觉吼相对啦。对咱关系来讲个对啦吼，伊一年一届啊，一届你每多赚两届，两届拢都赚。对啊，对啊。
这已经破坏台湾的记录啊！算难打，算不得了。诶，一年的入围是四年嘛，对不对？哈、一四年选两届嘛，对啊。啊，四年选两届入围中间两届拢无调，两届拢无调，对不对？哈、啊，就是这记录是破坏有史以来台湾的记录啦，哈。啊，伊感觉伊家己爱合格几多啦，哈、跟公主系的对，哦、公主系这些代志哦，不是端料。特别不了了之啊！希望不是安尼啦，希望不是啊。伊讲起不了，伊家己一定足后悔啦。嗯，我先两年等未到。嗯你啊，等会到，总归是这两年后，哦，属今年就要算了嘛。对啊，对不对？今年就要算了嘛。啊，今年就要算了，总归是这你啊，重新搁出来，单穷人搁出来算。今年无，今年到年底。不，也二十四，要算你贵。哦，安尼，搁两年啊，一等未到嘛。嗯，搁两年等未到，总归是这伊昨天先买。做一位啦，不要见到处做一位，应该个经过几位啊，做一位，不但不是来不接了，听到听到，等两年啊，这台机都不会安尼，对啊，但那全国性的选举对不对？去个压价呢，对啊，所以完全拢在监视嘛，对啊，所以就完全。就袂搞诶，对啦，啊，男的拜啊，啊安尼对啦，啊，不离个那印证富诶啦，啊那样啊阴，啊那样啊暗，到尾啊总会变啊，就是安尼，是安尼的，对，抓一届就变啊，对啦，贵诶吼，啊，所以就会不急吧，哦，是，啊，现在你重新你也去过嘛，有啲啦，嗯，个两单啊，是。选总统的选，赶快选你注意。嗯，人家也说对啊，当你选副干部，人家注意没啊？没注意这嘛。嗯，对啊。你重新出来算啦，啊，怎么个合理做一个记录？嗯，一届就未来，这次选两届拢唔该，两届拢落选。嗯，你个有能够出来？哦，是，对不对？啊，这个来了，看后边继续的发展安怎样啊？然后啊，迄个违建啊，吼，啥种种有诶无诶啦，侵占土地啦，啥会种种，吼，咱再看后边继续发展是安怎样啊？哈。听刚官员咧讲，上尾也一句个对啦。你哪吹我，我土地拢跌咧。嗯，当然啦。表示讲伊要搁算咧啦。表示伊无私心哦。对啦。无私心哦。无私心哦哈。安尼吼，啊，政府有关单位啦，咱公司是。嗯。我这里不如当然是爱当忙嘛。对啊。你这边办唔办是有关单位在办咧。是。哦，你事啊，你难唔去处理？你个也在忙啊。去处理。啊，慢慢对了，对哦，啊，专业看有不了了之无，嗯，咱就慢慢甲等啦，对啊，慢慢甲等啦，哈。这个林郑仪会当盈盈在甲开记者会，但问一下罗秀文讲啊，才处理了安那，哦对不对？因为伊也有属于地方的嘛，那中央的就开记者会问中央的官员讲啊，才处理了安那。哦，对不对？一旦动算是因为压价嘛，哦，啊，所以这个物件要注意啦，哈、哦。罗秋元今年年底不过算台中市的市长嘛，要连任嘛。对啊，对啊，今年年底、哦、对。民进党上面人出来挑战，那唔知啦，哈、哦，安尼哈。但是对罗秋元哦，可能一个凶啊，一个凶啊，哈、哦。你到底有阿摩不阿摩？大家拢知影啦，嗯、哦，对不对？对，是，好啦，来。来接下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哈，这个美国的新闻哈，已经完啦，差不多一段期间无搁再吼上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美国前国务卿蓬皮奥，伊伫最近这一两天安尼出来接受着美国的媒体甲访问的时阵，去用翻译讲哇，安内山那些路，哎呀，哇，大家都欢乐啊，你讲啊，伊是安怎样我山哈林侪路。听讲吼，足足山吼，要加吼几磅呢？山要加九十磅啊！啊，这九十磅到底吼？九十磅啊，是几公斤？都唔知咧。是、所以我感觉这媒体咧报，咱台湾都是关于公斤嘛。对啊，应该换算。啊，你得写吼公斤就好啊，你得九十磅啊，不能掉一二。我做欢乐工吼，有可能伊吼数字写唔对。九十磅无可能啦，就是人可能跟山啊九十磅咧，唔好从边啊滚。咱来看伊到底写哪山类吼。相信很多人都会注意这个情国务卿蓬皮奥的体重很明显散落、啊、这不打、啊、这个面貌这样消散、啊、连体型也散一连落这样、啊、有人很欢喜他减肥成功，如果那是安尼的话，嘛希望知影讲伊用的是虾米款的方式。要唔过有人嘛做烦恼讲，哎呦，啊伊是身体有对他唔拄好呢，无奈突然间瘦安尼落。
现在这个盘皮欧自己出来做改水啊，原来他用意志力在半年之间减了90磅了，这九十公都得，足重啊，足重啊！这现在这个差，我查过，所以人家不用进来，这个查过。我感觉有更说你想唔对啦。这个潘皮虎伊咧讲讲，伊无参加任何计划，嘛无请人来个训练，嘛无食药啊，嘛无动手术，伊只是大量的减食吼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啦。啊，同时间呢，啊，每一项物件拢减食过。啊，同时间呢，有增加运动量啊。啊，伊嘛要请专家来指导呢，只是吼、哦，啊，只是用这个啊，家己去读真侪相关的资料，啊，包括因某伫煮食这方面吼、哦，嘛，甲伊做了真侪的帮忙啊。啊，厝内面即嘛吼，敢那剩健康的食物尔尔对啊，剩的其他食物拢无。今年58岁的潘皮欧啦。在接受美国的这个专访的时阵，对啊，伊安尼讲呢，媒体专访的时阵，伊讲吼，伊会继续安尼做，但是未亲像过去六个月安尼遐尼那严的，遐尼那吼安尼严格精神的减肥，因为伊的目标就是维持目前伊即马安尼体重安尼就袂歹啊。啊，而且吼，唔是继续搁再散落伊无爱啊吼。伊知影讲吼，一旦呐停止安尼做吼，马上就去肥倒转来啊。啊，伊笑笑咧讲啊，讲自从这个旧年六月吼，伊都无食炸薯条啊。伊讲我就炸薯条，我上爱食物件呢，但是伊做无食啊。啊，真侪人就知影讲减肥的成功甲意志力吼，哦，有相当的关系。潘皮欧在这方面肯定无欠亏。伊在23岁的时阵，伊就第一名的成绩吼，进入美国的西点军校毕业，了后加入吼啊，这个军人的生活。退伍了后呢，伊就入去哈佛法学院来摕到律师的资格。但林桂花啊，这个哈佛吼、哦、法律诶总诶编辑就对了啦。了后伊做生意嘛，真有成功。啊，了后呢啊，搁再吼竞选国会的议员，进入国会，一直到2017年去和川普总统甲任命，成做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了后搁再爬起来做这个国务卿，伊的薪酬相对就对了啦吼、哦，是一般人爱骨啦。不然白人叫我都能完成的成就，所谓减肥对他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挑战而已。他在说自从他依照新的体型出现在电视，就一直接到很多人在问他、你到底怎样我减肥成功的啦、现在终于可以公开来谈来谈论，希望给、别人一种希望。不过他强调他说他不是医生，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不过是提供啊，这个家己的经验，最后以后林家己减肥是为着这个啊，将来要选总统，伊感觉伊是吼想着健康利益呢，想要较健康的，较健康安尼呢。头啊，我甲看哈，一磅等于0.45公斤。哦，安尼有。一磅等于0.45公斤，啊，但是90磅等于减几公斤呢？做哪个？嗯，亚玲啊，0.45，系90磅，啊，2磅嘛，啊，未够一公斤，对，啊，所以讲90磅等于减掉40.82公斤呢，对啊，那有可能算啊，这可能写唔对起嘛，40公斤，啊，用到200公斤就对啊。哦，这90磅是有影无影啊？呢，这到底有写唔掉伊无？还是真正写了？啊，那真正减这个了，都1公斤来加算的话，来算41公斤好啊。哦，41公斤，40.82嘛，咱算四十，一个人减41公斤，啊，唔得原本爱100几公斤，200公斤。哦，我个人。80公斤可能有啦，外国人80公斤有啦，但是我这80公斤惊死人，减42公斤啊，43公斤有诶了，对啦，九十啦，九十等于减加啦，哎，这有一个换算表加了，对啦，所以这个这是到底是有影无影啊？你啊，这到底咧？你啊，减了，身体变怎？对啊，但是来看伊个相片吼，伊即个啥下怀的面，下怀者吼是大拢旧啊拢无去啊，两边下怀者啦吼，因为当时咱看到伊后到家落来，规个巴拢
拢是肉嘛吼，伊个面看起来佫袂讲足明显诶，但是下怀是有正侪明显。对啦，阿妈滚遐啦，阿妈滚遐是看到到底是有影有三合侪对啦，啊，这旁边我身体都在高好咧，这台湾以后哪里可怜咧？哦，台湾太好咧，对，这个对中国太强咧吼，那单单输也毋是对台湾好啊，无好。啊，顶时阵嘛是爱加对抗中国，顶时阵嘛都听讲吼，伊有拍算要来台湾访问嘛？对啊。听你讲，啊对，即马计划要安怎样话，咱嘛无知。以前嘛买叫唔是，咱即马照你讲，照迄个台女话来讲，就算现年的官员就会使来的。啊，讲板皮哦，即马是下年的，啊是咱无该邀请你啊。无听法，即个外交部伊是真辛苦，伊欢迎伊来啦，吼，当然爱加邀请啊，系啊，唔是讲啊，吹光欢迎你啊，邀请啊。我是感觉讲，潘皮翁来台湾，应该是先英雄式的，即个会受台湾以英雄来个做欢迎。当然啦，一定是的啦，大家一定足够欢迎的吼，因为这对中国真正有讲的。现在在高铁啊，上个地方啊，跳我坐落跳啊，或者跳啊，十二次啊，对不对？吼，好啦，感谢。感谢咱有支持多，有听咱台湾人苦了不？七步路铁啦，哈，咱全部是咱信达公司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咱即马来做些广告，广告，哎，现在广告随个都得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里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给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将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有等等等等，真侪行业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起来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课。来个挖课哦！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有好咧走外部，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欧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你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得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
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丸，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这者以骨长骨松，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老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者骨长骨松，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胶骨松，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胶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性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胶骨松。如果那无只骨胶骨松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手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掉筋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现在软骨素内底一个有连德糖小分子加丸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对了，所以用这话跟他做朋友，要恁跟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加着金门这边的第二代了，对。除了在三边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气。这等候也无清气是袂使一个，怎么这等候白听哦？你个想看我这个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话跟他讲，喜乐通全部第一了。等阿别清理了掉，这个是刚刚咱信兰公司，我就这个稀土通，这米把这团研发了掉，阿和技术，他都有人工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用心话，我能等阿清去，卡袂去记得去等阿白天，这非常清楚了掉哈。所以阿个人我报稀土清，这回应哈未使回楼客，回了楼客掉了，像咱一条狗啊，赶快的掉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有的物件就又开始，一条狗啊就未通，未通就归臭哦。所以上去话，咱会更赶快意思了对。那要他掉了对啦，吼，有当时咱走皮肤，别闹哩，看别那得，别心中看别那得，后头会未通，别卡未通哟，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上去话，经过不虚度性改加吼，不顺劲，男主兵。钙和三病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多顺给惠阳所，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的责任呢，你把这个团就关乎咱责任了呢哈。所以主要在三病以外，能用许多单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非常感谢，感谢。
0000586688哈，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了，咱们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哈。咱现场而且线电话呢，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起卡啦，麻烦加空了，感谢，感谢，谢谢，你好。喂，你好，迄、那个张大哥小林，你好，迄、那个林静怡吼，代表在迄个三球用罢免叫代表民进党要选中里区的时阵嘛吼，因的版本就是要为林静怡的家庭、伊的婚姻、伊的什么男女朋友遐开始压恰查某，安那有袂就开始要有压压，啊，结果唔敢讲严宽仁伊家己的物件。一定要遮蔽，其实是遮蔽哦。严宽仁拢搞，因的迄、那、落、個，因遐时代拢讲，拢在搞我抹黑，完全不是抹黑。你只要抹黑就是犯罪啊！啊，所以今仔日啊，到尾啊，搁去后壁讲解了，迄落接应黑料啦吼。其实这拢是这我的双股拢有，总这拢是成功的一个所在。但是最主要哦，姚林，一个人啦吼，要成功啦吼。不管你要信不信，一出事就注定。我讲我咧听，水鬼啊鹅，就是大将军有来台湾，不来台湾一回事啦。只系出一个皇帝了，后就开始破坏啊。阿边啊，我直接出皇帝。林建年伊的名格，我是足歹势讲，伊的名格是和美国总统林肯完全一模一样的西里干时辰哦。我的意思讲，伊总算是发委员安尼讲，较一个西里的代志讲，迄今仔办公会啊。伊这个名格有可能是到副总统的名格，咱们接。好，多谢。好啦，谢谢。咁你好，朱启林大将。哎，你好。这个感觉啦，真正符合咱社会需求，是符合咱台湾人的欢喜。嘿嘿。啊，所以讲，太水我不能够背掉的。我讲吼。这次的选举吼，选了真水啦，啊符合着咱社会的需求啦，啊，亲像讲伊这安尼利用这个妈祖庙啊做基地，安尼共产党做遐安尼占咱的妈祖庙占二三十年啊，这早都爱甲清掉去啊，对吧？是不是安尼？是。啊，国民党表面上拢讲用国民党，其实国民党伊的本性吼，就是共产党的嘛。嗯。啊，所以讲，咱台湾人甲共产党是。智慧不容的啦，他会使互伊管，咱家己都管无够啊，搁共产党遐行来才甲咱管，咱都学袂来。所以讲，即个选举有够水，咱台湾人继续加油。好，加油。其他的关系吼，国民党系遐拢代表共产党系遐，迄拢甲收收上来。嗯，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再会，再会，哦，小强义，咱林正义。啊！跟咱台北咱常做安尼，你袂当真是台湾人急性啊，但又急性啊！我照尾来讲吼，你眼宽容哦，你免怨叹，你要怨叹啥物啊？恁阿公啊，教育失败啦！即个要你搞百变全部的事啊，因媒体去唔到，去访问因阿公啊，因阿公啊讲，啊你阿孙啊啦，啊啊，即马百变全部发表，哦，我阿孙做搞的啦，我阿孙这么做你位啊，讲起双位。孙也无话讲啊，孙也无孙，啊，所以你也咧用这個，你用乌龙白刀，啊，只好你少买乌龙白刀，啊，你往往实在准是正心，人恁家人所做性格、性质格，三公狗两公登弯，怎样去咧？两个这个双方大家百姓看清楚做数，全国百姓都看清楚做数的，你认认清标，你老爸啊，你管阿不听你老讲啊，不是？认清标，你老爸啊，所有的教育失败。今天你在搞这两件，都是我们所在，老百姓不清楚。我希望我们大家吼，各个经验啦，这机会吼，绝对不客气，别小心就对了。多少介绍到让我各个干事，干事，干部啊，好，安尼啊，好，谢谢，好，欢迎啊，你好，啊，钟大哥吼，主持人大家好啦，我们平常见啦，我吼，刚记啊，包装啊，刷啊，个人啊，已经出来啦。
真正一件空的是讲吼，我感觉人家真正是要够用的用啦吼、嗯。但是我感觉是讲啦，做什么任何样代志，一定爱对社会有交代，无啊社会人的礼貌爱当交代当给，这上个关键上个重要。过、嗯、来政治人物。哦，你要插书，要贪污政治，就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你要设想啊，未使为私利安尼，吼、哦，乌白做做做咧，上天下地代志是了，对政人吼，作为法度交代的代志，后来就是咧选民的，就因一定要对书。卖对人啦、啊嗯嗯，对事卖对人，对恁家己的代志，恁代代家孙有法度交代代志，你尽量爱自己爱去做啦，唔、嗯、当这人先发安怎你就或者爱听是死人，多是死人，伊做唔对，因人硬要安那听，安就是罪过啦。嗯，好，感谢谢谢，来六六六，哎，快点站起来哈，对，死人，多是死人。太屌嘿！虽然讲这个选举选赢啦吼，啊，不过咧，我觉这次选票来看吼，差不偌济啦。哦，这五区拢赢咧，你不简单咧，不简单，不简单啦。对，但是咧，嘛是爱坚持这个，虽然咧赢，但是咱来提供人家一些后续动作啦。嗯，应该讲啊，这去查这七千几票。不是讲，安尼讲，是讲，咱有赢无唔对，但是是赢一个七千几票尔呢，咱还佫更加努力啦。这已经破百几了，无简单啦。对，侬咱嘛在佫更加努力啦。因来讲还有尴尬，上好是拢好无票啦。无啦，就电视堆诶，遐拢甲堆杂到底安尼，保证因的规个势力就瓦解。做就是讲尴尬，伊诶侵占范围，这司法爱办啦。嗯嗯。哦，啊，甲这个台中市政府这有算多少无啦？嗯。对啊对啊，这林建树能办吗？这拢爱办，就在中市政府啦。对啊，这拢爱办。嗯嗯嗯。哦，我希望讲咱这个民进党、民进党政府，我就来开始先办落啊。对啦对啦，先把选举完啦，再办。来先来给个办好势。是。上眼界人听见的，听我是快点。嗯嗯，这叫做一个公正公义的社会啦。好，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感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三位哈，啊，真优秀的主持人啊，大家好哈，啊嘿，啊这届吼台中嘛吼，甲房价家吼，这选民甲恁恭喜，恁这届做有理智的，够正义感吼。虽然吼、哦，赢了是无讲偌水啦吼、哦，总是赢吼、哦。啊咧，即届即国民党诶，证明讲劳师动众啦，摆烂啦，吼、嗯哦，还浪费国家的公帑呢。终究是正义吼、哦，必定战胜邪恶吼、哦。啊，我是要奉劝吼，台湾吼、哦，遮人吼、哦，遮个选吼，这八万几票诶，严宽宏吼。你卖个执迷不悟，这是台湾人的故乡呢。你含台湾人，将咱家灵魂一新鲜的一票，去选选了国民党去外来政权，你是为无认同家子孙啊，父老哦，乡亲哦，你这一定爱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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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多讲话，免多讲话。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啊，三位主持人。最好了，我跟你讲，他们严家这个是二三十年来哈，这个党的那个力量，对啊，哎，恐怖哎，老哎啦，所以呢，他们你看他们。刚才永陆军俩阿个背，一旦开个背板，规条标志因为阿个足强的。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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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呢，咱欢喜一工等，欢喜一工等，我们就哈，咱后续的工课呢，都有真侪爱做嘞。好，我们就是要团结在一起，因为这摆的选举，和咱看出一个讲吼，就是讲咱团结才赢，分裂一定失败啦哈。那后续要做的工课，就是台中的拉线这个交通线哈。哎，我希望咱交通部。这个王国台能够金金目睭甲金金甲看，啊，那唔免讲，你也唔免讲要为什么人啦，哈，你就公平正义安尼做啦。你刷落地图，刷落严清标讲，伊是良济人啦，啊，良济人，良济出身的啦，哈，伊刷落地图会当识五个啦，哈，五个捷运站啦，啊，良济拢无个半个啦，这良济人到底他讲咧想啥？啊，伊讲讲真正咧替恁的地方咧争取利益的，所以呢，我。
决的那个台中的蓝线，以及也上面八一七啦，上面也沙龙庄园啦哈，该规划的该建工优点，大龙哎，太聪明，该推测的哎，真的是杂搞的，看过，好，感谢，不重来，你好。咱民进党老大梁，即台迄个李登市长吼，台中市长吼，陈伯伟出来选，绝对屌嘞，一进的全国的知名度啦吼，啊个迄个少年啊的形象度，啊个咱做伙人的迄款形象度吼，陈伯伟去选。台中市长就对了，所以不是咱安排啦，那个台市长千千万万唔让你选台北市长，是副总统啊，你还是有的哈。大清的搭配了，选总统、副总统，好，安尼好，感谢，我感谢嘛，谢谢哈。这个点奖这是咱我感谢，有啦，那你弄家己的规划啦，哈，来感谢咱来金光阁水阁等等来，来咱是讲吼，这是气象的报告吼，比方我再开始全国要大冷啦哦，上届寒。时间伫拜三，即寒来到吼十度以下啦吼，空旷的所在寒来到八九度，那有上2500公尺处理的高山的落雪。哦，即拜三上面咧，上面还十度至十二度，上寒的所在有可能寒到八九度。嗯，2500公尺起里的关山。诶，落雪啊！当然，这雪对咱台湾人来讲，就唔惊，有做好记嘅，无啥办法看到迄落雪嘅景点啦。啊，所以那一落雪吼，少年家囡仔车开了，弄伫山顶去看落雪安尼啦。啊，那像用伊那日本寒大国家吼，规年冬天嘅落雪，敢那看到雪落去啊，咁好拜托你买得啦。你像迄零下40几度，迄阵死人嘅。你本来就阮春天比较寒啲天，喺山顶哦，喺唔好看山顶，我都白雪。融化也不掉诶，是。好来，感谢啦哈，好，时间的关系，阿兰下播空中再会，感谢，谢谢，拜拜。